现在是早上5点钟啊，现在是专业市场，就是一级批发，就是基本上应该算是一手批发了哈。斗南呢卖这种各种草花啊，比较分散啊，这个部分主要是卖那个火龙珠的啊，看，都是这种一车一车的，现在这种卖火龙珠的，是一车一车的。还有白色，红色跟白色，没有灯，全靠手电。我今儿没带手电，是一车一车的火龙珠啊，都拉过来卖。这火龙珠是按把卖还是按公斤卖啊？一包一包的嘛。一把多少钱？7块。7块一把啊？嗯。哦，就是红色的是吧？没有别的颜色的。还有其他颜色的吗？哦，有粉色、白色、绿色。嗯，价钱差不多。没有，每个品种的价格都不一样。嗯，你还挺长的，我看。嗯。咱们看看这个区域是卖什么的啊？卖什么花？好嘞。这个是洋甘菊啊。这洋甘菊多少钱？啊，2.5块，两块五是吧？2.5块一把是吧？嗯，这个地方都是卖洋甘菊的啊，洋甘菊。这一片是卖各种杂花的啊，是剑兰。水仙百合，嗯，这是水仙百合，嗯，这怎么卖水仙百合？这有那呢，一款车烧、包烧、佛烧。你也有那烧，也是那个烧。啊。才烧么一块，包烧么3块。哦。这蓝怎么办？也是什么烧？白的那个多少钱？10块。这个是就是白色的。白的那个多少钱啊？17是吧？啊。翠菊。他已经给打发过去算了。打发打发。石竹梅。火焰蓝，这些都是卖小菊的。滨江区，这是相思梅吧？应该是。蓝星。你不让，我肯定不让啊。翠竹。你莫这些。玉林草。玻璃恒之星啊，天鹅绒，绿林草啊，长棉。我一家吃饭了，我一家吃饭了。你时尚晚上都有十几啊，冬天咋会呢？这应该是当地的农户啊，他们说话我听不太懂。小飞燕多少钱？啊，5块是吧？小飞燕还挺好。这一片都是卖这的草花，各种草花。这玻璃恒都是知心多少钱？7块是吧？10只一家是吧？10只7块是吧？嗯。哦。哥，你家种的绿林草了？啊，种了。非常棒啊，这个。玻璃恒就行。这个玻璃恒是多少钱？这个？14块啊。这种短的多少钱？5块。短的5块，长的呢？7块。长的7块啊。我修了你这个，你几个？这个长的就贵了。我没有，没个工作不客气。
这种长的布林格林北市场要买好几十啊。但是这种地方你买一扎可是买不了的，至少要买一捆。给走了吗？对，今天。你去淘宝里买个这，快给他买，你还必须得买的，你还。最起码你告诉他哪里买，哪里买多少叫。松虫草。你是上来的，再批那个不是这个蓝心多少钱？这蓝心多少钱？19块。没有，你下次买也买9块，不是要9块。交交税啊！卖也卖9块是吧？有戏的，我有个抽出来。走，你抽不抽那呀？你咋不抽那呀嘛？这个绿毛球有多少？还没一车。大筐，这加兰多少钱？50是吧？几只啊？5只加兰，50。海芋呢？海芋那个橙色的60，黑色白色是80。哦，这个是10只的是吧？10只。黑马多少钱？80。哎。咱们就看看那边卖向日葵的，走了几分钟哈，到了另外一个区域，这块好像是卖向日葵的，咱们看看啊，都是卖向日葵的。就向日葵多少钱？6斤。啊？6斤，5毛。5毛一只是吧？嗯。这一捆是多少只？20只啊。这种短的多少钱？95。1.5毛。嗯啊，不要多。这一捆是多少？捆有50。50只。嗯，1.5毛一只，50只是。一捆有70只。啊，70多块钱。不敢干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冯坤。筷子都下来，这个咋个说？便宜。便宜是多少钱啊？没了两天15块，你还不是就一块钱一只？没十呢嘛。我就是十这个。基本上就是几毛钱啊一只。对，这个没有卖非洲菊的吗？不对呀。没有。有倒是有，找不着。在哪儿不知道？嗯。哦。啊？吃完了向日葵，这是泰迪是吧？啊，泰迪，这比较短的，8毛是吧？啊，8毛。要不要，老板？这杆子切口白白的啊，这都是非常新鲜的货。这个区域应该是卖那个多头康的啊，就是多头的康乃馨，这是乘车的拉出来卖。这地方不就是成捆买啊，买少了不行。你别把你门牌都给出来。我讲明年光钱了。那是那。哦。哎，不就搞过了呗？跟你说你，这有点非洲菊啊。
估计带着卖的。咱们就简单带大家看这么多吧。这个是一手的批发市场，都是一些种花的花农拉出来卖的啊。洋桔梗在另外一个地方，早晨2点多钟开始卖。百合也离得比较远，咱们就不去了啊。就是带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一手的批发市场。等下午有空的时候，咱们再去看看晚市。晚市呢，就应该是二手或者三手的销售了，那个严格来说就不应该算是批发了啊。好，今天早上大家赚这么多吧啊。